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如果在噩梦中睁眼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停留，在这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再叫英雄抬头，断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他心不朽，不换再放肆狂游，说不你一将孤勇，那么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一朵菊花，一个羞愧，就是你们一个杀人的儿子，滚开！唐昊，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才叫英雄抬头，断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。清楚，他才是真正的昊天真圣人。唐昊，你敢？我真圣人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